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玩熊出没的玩具。这是光头强熊掌钱庄系列。简单好玩的玩具，按下硬币，熊大和光头强就会出现。是快乐存钱的新体验。那么这是五大系列之中熊掌钱庄系列，小朋友们喜欢的话关注我们，我们还为大家介绍其他系列，熊熊爱兜风啊，英雄合体啊，还有熊心百变、熊心奇系列等等。随机的语音，那这是玩法了，光头强会藏在里面，看怎么把它找出来。也就光头强的召唤方法。好了，我们马上打开一起玩一下。是熊掌钱庄，是有电池的，我们已经提前把它装上去了。然后这里是开关，这边是关，这边有个 on 就是开了。那我们来体验一下怎么玩。这里我们准备了硬币，这钱归我了。光头强就出来了，说钱归他。爱你哟，么么哒。太棒了，谢谢老板。光头强说谢谢老板。强哥可有钱了，马上做个头发。这是好像没脑子的。这钱归我了，太棒了，谢谢老板。可是他还没脑子气呢。是相当于一个存钱罐的功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可以拿一个硬币撬开它，哦，就可以打开了。再来玩一遍吧。小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熊出没玩具熊掌钱庄系列光头强的这一款就到这里了，希望小朋友们会喜欢，关注我们看更多相关系列的视频，再见啦。